那还是这个拉丝肉松小贝。团子，有点难嚼。我好像还没吃过这种粉色的雪媚娘呢。草莓的。怎么回事，直接给卡掉了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又没了呢。这个是三拼保健茶，抹茶红豆了，他们家毛巾卷一点都不腻，可好吃了。家的派太甜腻，咋能这么腻啊？然后这个直接齁的脑仁疼，不能再吃了，再吃回来待会儿腻的难受。